电影巨变。你真的不信有鬼？我不信。香港电影金像奖得奖作品。我没有精神，我是见鬼。眼前那才是真，火星是真的。张国荣。其实你知道心里面的鬼是谁吗？林嘉欣。你明白我了吗？你放过我。你竟然不是啊。二度空间，9月22号，电影频道首播。